喂，来了老弟，一个两个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 的顺着抓啊！刚刚我带了个比划比划，您配？人类瞬间就沦陷，是吧？特别的快啊！好，这把是七 K 兼四感染啊，双 MVP 达成，我总是 MVP as usual。那么这把的话，24级啊 ，FR 快没有了，30级有什么好武器啊，兄弟们？好像没什么好武器啊，就顶多拿个炮锤啊。哎，你怎么又在玩炮锤？看你呢啊！所以这把咱们先随机，先随机啊，看看能不能升到33级啊，拿个X12来战术不定开启一秒一波啊。这个等级升太快其实也不好，知道吧？我们拿这个X10来玩一波啊，输出浪漫它就是一把霸主武器啊。嗯，我操，不过我是僵尸吧？还真他妈拧一倍啊，第二个 FR 果然就保不住了啊，不过也没有关系啊，咱们这把直接叫蔡琳啊呼他们一脸啊，想跑是吧，门都没得呼你一脸来了老弟啊，这个给去死啊，无双你无双，我操被秒了，哎，咱把这个慕容坚持取先，看这佛剪的位置啊，贼他妈的远啊，他生怕我复活的近一点多抓几个人，所以 Lose Mother Must Die，抓慢点呀，我真的是操了，抓完了干嘛，他妈就抓那只，哎，我辛辛苦苦跑大半个地图过来已经抓完，真的是我何苦呢，还有个英雄啊，别给我跑啊，拿龙炮啊，龙炮居然还能杀人，兄弟们啊，敢问今夕是何年啊，是2022年还是2012年啊，龙炮居然杀人了，那么上把已经拧一倍过了，咱们得抓紧时间升级，这把咱们吹了个邪眼啊，我跟你说这个邪眼在这个生化 Z 里面的表现不是一般的牛逼，尽管他不能上配件啊，但是你别忘了他是第一批老牌霸主啊，尤其在加九之后啊，这个伤害简直爆表啊，所以咱们就把手点啊，手个点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曾经老牌霸主的威力有多么牛逼啊，还有没有母体，有没有母体，好，来咱们打这个看看，你看你看你看这伤害，你看这伤害真的是啊，右键一发1000多，我操简直牛逼啊，弹道的话挺优秀的，好，咱们继续打挑战成功啊！别急啊，别急，等僵尸发育一下，等僵尸先发育一下啊，先不要出去浪啊，谁浪谁死，这时候啊，啊，被炸死一个玄魁啊！好，咱们把这个小斑比被核爆，哇，他真的是啊！要不要这么猛啊，兄弟们啊！人类果然是被压抑太久了啊，这火力不是一般的猛啊。不过僵尸的话，确实是东厂的团建啊。我们去干他们，干他们！我操，这该死的钩子雷啊！咱们人堆里面一仗啊，输出直接拉满啊，士气加成也有哎。来，你看这伤害，你看这伤害真的是，简直他妈像割韭菜一样，爽的压皮啊！再来00000，好，小斑比，小斑比，乖乖，小斑比，乖乖，瘫软在地。哦操，还是挺不错这把武器，兄弟们，那开六去秒一波，好吧？哎呀，怎么全都是玄魁啊？东城的团建又开始了是吧？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打哪个僵尸，好，咱们打这个蓝狗僵尸。我操，我操，我操 ，what the fuck？ 未命中，哎呀啊！充分彰显了服务器特色 ，lose mother must die。咱们秒一波来 headshot， 再来一波。哎 ，double kill 啊！哎呀，又是他妈的玄魁，难吗嘛？我操，没了这把，烟雾器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好，这样的话，咱们靠这个斜眼和这个火刀升了3级啊，还算可以。怎么这个老段他又变了一个英雄啊？看看别人的英雄出现，再看看我的英雄出现啊？什么叫差距啊？什么叫差距啊？嘚这不你啊？这把估计他输出已经拉满了，我操！哇操，别去死！晋升不了呀，不过这盘的话没进玄魁啊，他难逃一死啊，他只要不守点啊，他只要真打游击，他的 S 一定被偷烂啊， S 被偷烂真的是逊啊，他杀了34K， 不过问题不大啊，我还反而要感谢他，为什么呢啊，因为他是一个终极打工仔啊，有他把等级拉高，这把咱们玩随机武器啊，我就没有经验惩罚啊，我你信不信啊，这把我真是全翻第一个满级的人啊，并且还可以变成英雄，你看我嚣不嚣张就完事儿啊，
山马他貌似已经有蔡琳啊，咱们可以随个圣剑看一下，先把这个炮锤买好丢角落啊，随到就是赚到，来个圣剑，来个圣剑 ，nice 兄弟们啊！你看我这把一把满级挑战厨房啊，现在跟你说啊，想要刷屏厨房那就得靠等级碾压啊！来弹开啊，不，咱们就注意这个血量，知道吧？啊，咱们这把啊有大炮啊，还没有生命不易啊，玩圣剑容易白给啊，对吧？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毒癖啊，所以咱们还离远一点啊，离远一点。先拉个天真一炸他们一波啊，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，满血复活，先别急，来弹开，我们再主动碰瓷一波，他有毒币，还有个肿瘤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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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，又要抽了，我要抽了，我要抽了，真是啊，我才赢的箱子呀。好，咱们来开六秒一波，开六秒一波，来 headshot double kill 啊。好，咱们先撤退一波，撤退一波，先把超级化交了啊，再过去弹他们一波，他有毒币啊，咱们那么多毒屁啊，我真的是操了，咱们这把一定要变成英雄，咱们一定要成功黑心啊，不能白给，不能白给，千万不能白给， OK 兄弟们，来黑心啊。好，别急别急别急，看一下这个技能啊，咱们这把有先行者啊，再升两级，只用再升两级这就拿出四件套，兄弟们先稳住，先稳住，先稳住，千万不能死啊，千万不能 low S 啊。好，来弹开38级，差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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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级啊！有没有僵尸？有没有僵尸 ？OK， 兄弟们，39级，来直接将武器库拿出白盾。你看我直接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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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怜我卡米诺奇开了的，来了老弟啊，让世界感受痛楚吧，七八天线啊！来无人机发射，你看我直接重拳出击，把这两个垃圾给扔掉啊！傻逼手雷，真的是卡我四号位啊！好，一个玄辉的话，咱们不管他，我们去叮叮叮叮叮一波无人机帮我们减一波速啊！好，把他炸死算了啊！好，来兄弟们别急别急，七八天色啊！来，先跳皮带走我的朋友啊！爽！再重拳出击，技高一筹。咱们这个 F 二就要亏了，是一个无人机没炸掉，而且我们只有三颗球啊。不过也没有关系，咱们继续叮就完事，叮就完事了啊！现在的话，千万不要想去打游击啊，不要打游击啊，就把咱们这个就守点啊，守点啊。这个监视会源源不断的啊。好 ，nice， 箱子的位置恰到好处。你看这箱子位置啊，啊，嘚住吧你个小斑比！来，我射，我再射，我再射啊！我们继续盯啊，射完就盯啊，不要贪，不要贪。僵尸这把管够好吧？僵尸管够这把啊，完全不用担心僵尸抓不起来，已经抓起来了，重拳出击全部秒完啊！我们继续盯盯盯盯盯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上把那个英雄就是我的工具人啊，帮我打破了经验惩罚的壁垒啊，他成等级最高那个了啊，七八个天使来跳皮带走。操，全他妈都是玄魁呀、啊！好，咱们继续盯一波，盯一波，再来七八个 TNC 进去吧，你小子！来，我是，我操，敢抢我的人头，去死吧，你个杂种英雄啊！来七八个 TNC， 这波咱们直接跳皮带走，我的朋友，带我射一波，再射一波，哎，太爽了！马上又是一波白洞，我操操操！哎，进去吧你，哎，双重定身啊，黑洞吸附，绿布定身，僵尸插翅难逃。咱们就把 F2 再交一次，再交一次 F2 啊！我们去盯一波，盯一波，盯一波，转发弟弟们！哎呀 ，Rickets 七 bug TNC 啊！斧子还没有充的好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咱们再打一波黑洞就完事了。白洞源源不断，再来一波七 bug TNC 来了，老弟，就最后的刷屏，最后一波刷屏！我操，怎么越签真的是啊？67滴血那没事了啊！来，咱们的重拳出击一波73K 杀敌的 MVP。我总是 MVP as usual。 好，咱们开个觉醒啊，二段加袋鼠直接跳得很高呢，兄弟们摸个九，哎，21，咱们直接跳这个平台，这里还有个绝拉德，不要跑，不要跑绝拉德啊。好，咱们这波话应该可以直接跳过去的啊，这个破阳台就如此的简单，不过奈何这个空爪真的是操了啊，抓个先上，抓个烧饼啊，炸啊，继续炸，还有个炸人少了吧唧的，哎呀，秒不动啊，秒不动，憨憨奶奶，哎，爽死我力啊，简直酸爽的亚皮，什么叫上天下地无所不能，五 K 了，兄弟们啊，胜利到手。好，咱们这把话闭着眼睛抓，咱们这把闭着眼睛抓，你们休想靠近我，来了老弟啊！好，这把是11K 兼五感染啊，又是双 MVP 达成，又是双 MVP 达成。毕竟我也是一名僵尸玩家，这种点位简直小菜一碟啊，随便破的啊。咱们这把这个技能的话还比较适合玩僵尸，对吧？玩人类也可以，玩僵尸也可以啊。所以这把咱们的思路就是啊，先随机魔剑去秒一波，秒完之后立马变僵尸去抓人啊，对吧？咱们两波经验都可以拿得满满的，完全不死嘛。好，这把又是粘液呗啊？为什么第二个 F 二总是保不住啊？哇，是真的要生气了啊！
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陆毅的阴谋，咱们先抓一个臭奶奶啊。好，前面还有两个挂机，哎，憨憨烧饼走脸上来啊，一个憨憨，两个憨憨，27级，玩僵尸其实也挺不错的啊。你看我直接秒破这个二楼啊，三楼这儿啊，别急啊，还有憨憨掉下去啊，掉下去是吧？啊，难逃一死。咱们来旋转跳跃，我必，你给我等着啊！逼我叫 F2， 你给我等着，你小子炸啊，礼花炸我啊，继续炸呀你啊，在干什么？面壁思过吗啊？真的是皮痒球锤是吧？反正这 F2 也保不住啊，叫蔡天华没毛病啊，没毛病啊。你看啊，我在第五把又出了蔡依林啊，兄弟们啊，所以这把不出意外的话，咱们等级又再次碾压一个臭奶奶先摸地啊，变僵尸就原地挂，真是个好 ID 呢。好，还有两个人在这个阳台这里啊，别着急，咱们直接跳过去啊，憨憨一个，来来来来。来来来来，你能秒我，你能秒杀我，这把是 11K Gun MVP 啊，我就是一名僵尸玩家啊，我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僵尸玩家。那咱们这把继续变僵尸压发育啊，我现在发现真的兄弟们啊，玩这个僵尸啊等级真的其实也挺快的，好吧，哎，不要总是玩那个叫什么，玩那个随机武器没啥意思啊，玩僵尸也是可以的，咱们只要继续玩僵尸啊，就玩僵尸，并且我也是一名僵尸玩家。咱们还随了一个扩建地雷，可以自爆一下，加20000块钱。嗯，哎，这个 bot 圣母体啊，让 bot 抓我们吧。来了，老弟，来，宿命呢 ？Now is my zombie show time。咱们这的话只能变个邓紫棋啊，蔡天华等级不太够啊。好，咱们还是老样子，先破三楼那个阳台那儿啊，弟弟啊，给我等着啊！来了，老弟，来了，老弟，一个憨憨，两个憨憨，三个憨憨啊，哎，四个憨憨，顺着抓啊，还有五个，啊，这个不管他，这个不管他啊。下面还有一个挂机的崽种在摸低啊，5K 啊，直接全部抓完，咱们去破极限天那边啊，爽死我的兄弟们啊！玩僵尸如此的爽快啊！起飞，兄弟们啊！抓个臭奶奶，还有个懒货妹的 S 是我的啊！好，咱们立马切代表哥，切代表哥来！别他妈等着我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哎，真是憨皮队友，打那个技能啊！好，别急，这咱们就呼他一脸，哎，呼他一脸啊 ！OK， 伤害复制也到手，这把输出直接拉满，兄弟们啊！咱们下把超进化直接一挑啊！我真是全方唯一一个四件套带师啊，还可以变成英雄，简直不亦乐乎啊！那么还剩一个在那没被抓掉，躲哪儿去啊，铁们啊？都困你对着侬，好的，酒窖这里听到声音了啊！咱们选个恶魔之子，把枪给他震了，弟弟啊！还想玩快乐酒桶是吧？哎。这把又是 8K Gun 的 MVP， 咱们这波等级压得死死的啊，压发育了啊！我操，生命不易 ，very nice。不过奈何这把没有先行者啊，兄弟们啊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把我快满级了，但是他们等级最多啊30级出头啊，好吧，这就是等级碾压啊！就像这把能不能抓起来，抓起来就是土粉啊，随便土啊，都是一些脆皮僵尸啊，等级上不去的话，血特别少的。乱杀就完事了，超进化也交了啊，超进化也交了。咱们这把一定不要白给，千万要稳住啊，一定要成功狠心哎！我操他妈挂机弹是母体啊，完蛋了，这把能抓起来吗？啊，能抓起来吗？我们先看一下吧，如果抓不起来，咱们下把变也是可以的啊，不着急这把变啊，不过这把变的话是最优选择啊，最优选择啊。好，咱们放个地雷在这儿啊，玄关的话他不过来踩，咱们也不管他啊。这把哈，咱们有鼠神啊，可以去秒一波啊，秒一波。来啊，臭大肥，厨师臭大肥啊！好，来咱们格挡一波，来弹开啊！40000的暴击，什么伤害的圣剑，牛逼啊！咱们直接起飞啊！您跳，那我也跳啊！这芭比的话，貌似没有跟过来啊。好，咱们打这个棺材啊！不要跑，憨憨棺材啊！你给他们打游戏没 ？OK， 兄弟们，黑心变英雄啊！这时候啊，武器库不要交，武器库先不要交啊，咱们捡箱子去，咱们捡箱子去啊，武器库能省则省啊，来别急别急别急，来来来来来，箱子的位置掐，你个笨逼啊，还是他妈是个 bot， 那没事啊，我再试啊 ，OK， 射死，把文件放出啊，把文件放出，等一下等一下，马上烟尾气了，马上烟尾气了啊，好，兄弟们来，这把开牛逼来。
headshot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， 兄弟不管他，哎，太爽了！请叫我僵尸清理大师啊！什么叫游戏体验？等级碾压就是游戏体验啊！直接乱杀就完事了，一拳一个小斑比，一拳一个男妈妈，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可言，来跳皮带揍的喷油啊，爽死我力！来，我射，我再射啊，全都是脆皮，全都是暴击，25K超神表演，来，我直接起飞一波啊，敢定我，你小子活腻，来跳皮带重拳出击，哎，太爽了，太爽了啊！僵尸等级上不去，血量自然也上不去啊，我直接乱杀，杀疯了，我操啊！随便秒，随便秒啊！根本就没有什么传奇大飞，这些地中之地僵尸，咱们起飞一波啊！来砍个后背暴击，还是重拳出击，重拳出击，重拳出击，一拳一个感觉真不错啊！什么叫巅峰无人机啊，兄弟们，巅峰无人机啊！跳皮呆子，我的朋友啊，小玄子射不死你，哎呀，再来，再来，来跳皮呆子，我的朋友，来再射一波，再射一波，狼狗怎么样？狼狗觉得砍不死你，我的朋友啊，无敌六步都砍不下去了喂，哎。来，咱们先射一波，射一波，放个大火圈嘚他们一下，然后咱们双斧砸地啊，别去死吧你们！哎，太爽了，兄弟们啊！60K杀地的 MVP 再次重现。